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，他为我舍命使我能今天过。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父。你信什么你变成什么，会注意这句话，你信什么你变成什么。所以人都堕落了，人都堕落的结果呢，上帝赐下福音，福音天下人间只有一个福音 good news， 就是单单接着我们主耶稣基督，你得自由了，你从咒诅里面出来，进到祝福，你得到永生，你得到儿子的名分，你得到神的灵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，赐人生命，赐人自由的那个圣灵，接着这个福音而来的，没有加减的。但是现在开始呢，这个福音呢，如果人加减了，你真的信了耶，那信了耶稣之后还不够，信了耶稣之后，你看你身上有一些的行为，有一些的律法你没有遵守，有一些的条规，基督徒的条理，甚至有一些条件你身上不好的，或者你身上有一些不理想的条件要减去，这样你才能蒙恩，你才能蒙福，你才能被神使用。有一点点的加上之后呢，这个像面胶一样的，这个面胶的意思就是扩散。从那时候起呢，魔鬼撒旦像面胶这样的，在你的心灵里面开始产生很多的有一些另外的想法，另外的思想，另外的意念，那个东西会造成你现在看你自己，看你的儿女，看你的整个的人际关系，看人，看很多的事情里面呢，不是用耶稣基督的眼光了。你看自己的时候，好像我不够美，我不够荣耀，我不够蒙福。从那时候起呢，你第一个失去的就是自由的生命了。各位知道吗？这个我刚刚讲的就是加拉太书了。